娃娃这么小就变成孤儿，以后日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生命会自己找到出口。你居然不是说神明会带你找到出口？刘义祥，刘先生，你为什么要出席那个记者会？你为什么要说谎？你上次不是跟我们说你不知道福全哥有没有吃药？讲话啊！要是我吃的，我没有钱缴健保，全哥才会帮我去拿药。我因为工作压力太大，都睡不好。全哥担心我开车会出事，所以才帮我拿安眠药。所以福全哥这样子帮你，你还冲康他？因为他们说会给我100万封口费，所以我什么100万？什么100万？对不起啊，我知道我很对不起全哥，我也知道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所以我一定会用这100万好好照顾他女儿的。对不起。我觉得你应该把真相跟检察官说，说药是你吃的。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了。我爸已经中风，没有行动能力，我老婆又刚生完小孩，最近公司又把我从正职转为约聘，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失业，所以我很需要这笔钱，你们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可是事实就是林福全没有吃药，我可以陪你去跟检察官说。真的不行，我求你了，对不起，你不要跟他说好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对不起啦。刘先生，你不要这样求我，先生，你不要这样，罪犯。你觉得就你不信吗？全世界就你不信吗？那些死掉的人呢？在车上那些死掉的人呢？我阿嬷呢？对不起，刘先生，一凡，不许不要讲了。为什么？他也想要照顾娃娃，他也在用他的方式弥补福全哥。把翻车原因都推给林福全吃药，这样对他名誉来说不是种伤害吗？可是我相信福全哥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娃娃。你讲出来了，不止刘先生一家人会受到伤害，娃娃更会受到更大的伤害。那这样公理正义在哪里？如果公理正义只能换到两败俱伤的话，你还要坚持吗？当每一颗心开始冻结，我只能安静看着，把我交付给手里 once again， 用我的分每秒去守护你的心，天我该不再辩解，不抓你几次片。We kiss the fight, yeah, take me to the end. I'm on my way, 未来在悬空。Oh, 想学会宽容，也许会海阔天空。I'm on my way. Damn right, I'm on my way.不再思考够不够前卫 ，I'm making moves， 又忘掉那些流言蜚语，你值得感到骄傲，说声 Hell yeah baby， 我曾经想要做的 I did it， 连那些恶的梦也做了 ，Damn it I wake up， 放那步子放得快，得放下那些包袱，放下屋子上的 life， 愿你站在山的那边，那是不一样的 vibe。I'm on my way， 时间在流动， oh， 想学会宽容，也许会海阔天空。时的春夏秋冬，也来去匆匆，雨后
太阳有彩虹。弹钢琴啊，老师都不知道哎。爸爸一直说要陪我练习，但是都没有时间。爸爸，我们要去的那个机构啊，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如果有缺什么呢，就可以跟这个社工姐姐说。不要担心，有问题再跟老师说好不好？我们那里呀，什么都有，娃娃你不用担心哦。以后还想要什么，我再陪你回来拿，好吗？嗯。哎，李老师，李总，还好你们还没走。对啊，娃娃，我来就好了。谢谢。我把这个带回来还你。你吃完了？一凡宝宝把它全部吃完。我放很久嘞，因为那是你很用心做给爸爸的，所以不管放多久都超好吃。来，该还给你了。这是我之前帮你保管你爸爸的手机，我帮你充好电了。但是我不知道密码。我试试看。高高高，有人在吗？可以帮我打开吗？一凡宝宝帮你处理，打开了再还你。密码会是几号呢？那这样公理正义在哪里？如果公理正义只能换到两败俱伤的话，你还要坚持吗？这么晚了还在加班？现在弄。谢谢。不然到时候劳工局又要来查我虐待员工了。再过几天，检方就要决定是否起诉顺泰，想多准备一点资料。目前的舆论都是偏向司机的错，再加上那个刘姓司机的证词，如果责任不在顺泰，那可能要和解了。你怎么了？我看到林福全的女儿娃娃，想到以前的自己。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爸爸也走了。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也走了。我记得我妈妈带我看了最后一部电影，里面的情节是，只要下雨天，妈妈就会回来。所以我每次都很期待下雨天。好久没下雨了。你可以设定一个情境，比方说，肚子饿了，你爸就回来。原来这就是你老爱撑伞的原因，很令人心疼。当律师的，是不是不可以投入太多私人感情？做自己就好。下班了。看我干嘛？赶快用啊！美云啊，两个小孩都来了，妈妈有没有漂亮啊？一会儿，能不能
你哪甲我拢来啊？厝诶真平安真好，你放心，我厝明仔载来，啊你会记来，阮三个哦，来送你最后一天。这是你妈妈的丝巾吗？很漂亮。这是我送她的。文姬，你都安心要去啊？你的后事我会帮你办好。啊，你若需要啥哦？爱托我甲我讲咧，我会守护你啦。哦，老婆，你不要害怕，你现在来门等我，我们会相见的。阿妈，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我只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你家好好，我会想我老婆。行了好。会来吧。来植福宫，你就把我们当成你的家人，这样就比较不会那么孤单。老大怎么了？看，时间又到了。你跟妈妈说，我会乖乖的。啊，跟妈妈说话。在找借口，爱上你的每一次都一样，说好这次一定不会受伤，但是我们彼此都不退让，没有一个人投降。老婆，不要害怕，你等我，我会看到你的，很快的。老师，你看阿妈。妈，你们看到阿妈？阿妈，你怎么样？为什么他们的亲人都回来了？我阿妈呢？是不是因为我都没有哭，所以阿妈才不回来？你不要想太多了，你是阿妈兄弟还是孙女？老大，你干嘛？那么打我啊！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打我，我才会哭，哭了阿妈才会回来。阿武，帮我！你打我都不敢啊！不要这样子啊！
打我！你走开啊！你为什么要打我？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为什么阿妈没有回来？阿父，你发疯了！吴亦凡，吴亦凡，你在干什么啊？你钥匙挂在门外，你知不知道？给我起来哦！阿嬷的攻击就要开始，你给我起来哦！在干什么啊你？你要错过最后一次跟阿嬷说再见的机会吗？知道吗？我妈有一次去银行领钱，她忘记密码，后来她把密码都改成我生日，因为即便她老人痴呆了，什么都不记得，她也一定不会忘记我的生日。说你的生日吼，我较安心，嘛较袂袂记。可是我连他最喜欢的衣服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我有资格去看阿妈最后一面吗？那你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把所有的密码都设成阿妈的生日，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对身边的人好，然后不要再像现在这样子要死不活了。密码，生日，吴权哥的手机。你知道娃娃生日是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啊？娃娃说他的生日是翻车那一天，9月26号。9月26号，打开了。我来，你先进去。这人帮我签个名。嗯。安娜。怎么晚才来？假期就结束了，工具要开始了。好，赶紧去忙啊！家属请打理。下一组，工具单位明华化工厂。我站怎么那么晚？请主记者陈运和先生久违。娃娃，你爸爸没有忘记你的生日，他留一份礼物给你，你要看吗？你看后面的夕阳是不是很漂亮啊？风景也很漂亮。娃娃，对不起，爸爸不能陪你过生日了，让你失望了哦。虽然平常好像是爸爸
在照顾娃娃，可是其实是娃娃在照顾爸爸。每次爸爸开车累的，只要想到一回家就可以看到娃娃，就可以把今天开车在外面看到的那些好风景跟娃娃分享，爸爸精神就来了。娃娃，爸爸真的希望你赶快长大哦，你就可以坐在我的旁边，跟着爸爸一起出车，这样我们就可以常常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看到那些，哇，好漂亮的风景哦。希望你每一年生日都过得好快乐好平安，因为你是爸爸这辈子收到最好的礼物。吴娟哥会在车上自言自语，就是在录这一段给娃娃，也是因为这样才翻车的吧。你还是要把影片给检察官吗？车祸的真相就是跟林福全开车的时候拍影片给你的分神有关，但福全哥已经死了，揭穿真相也只会让受难者家属把怨气发在娃娃身上，他以后甚至有可能会被排挤、被霸凌，这样他以后日子怎么过？我想要替娃娃跟你说个情，说出事实不会改变什么，但不说会不会让一个小女孩好过一点？你也是受难者家属，你想其他人会不想要知道真相吗？当然会，但我知道了真相也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遗憾。福全哥他就只是想要找个机会对他女儿好一点，他也没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我是真的很想念我阿妈，可是我不想让一个小女孩承受这么重的痛苦。其实我想车祸会发生并不是林福全一个人造成的，他本来是可以不用出班，本来可以不用开那辆可能会有问题的游览车，本来是可以好好的陪他女儿过生日，可是现在他却回不了家了。你看那些乘客的家属，可能平常并没有在跟长辈联络，可能现在才知道陪伴家人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就让影片留在娃娃身边吧。那是娃娃的爸爸给他最后的礼物。赵暖，认识你这段时间第一次觉得你上得到。不然你怎么了？我只是这样子而已，有这么严重吗？还好吧。时间
全哥，我终于可以抱到女儿。怎么哭哭了？啊？一般刚刚给人流血。那娘妈呢？你有看娘妈？嗯，没事，好不好？没有。晚上我们去吃。小心什么？我扶你，我扶你。小心！福全哥，福全哥，你不要谢我。我想要问你，你有没有看到我吗？在哪？哪有什么音乐啊？你明明发现到我来这边干嘛？是福全哥带我们来。你没有虚弱了？没有，从上次就是这样。上次我太乖了，那爹一定爹管你起来，洗澡你都回去吗？听好吧，啊？你怎么没有死掉的样子？我还活着啊！我知道啊。你旁边这个也是活人哎。对，但他看不到你。谁啊？你很特别哦，你来这里干嘛？我是来找我阿嬷的。阿嬷，你看到你阿嬷了吗？阿嬷在哪里啊？阿嬷嘞？不要吵！说什么啊你？奇怪，我是关心你耶，真是。你什么时候来的？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他们。这里不是上课店吗？开车不小心出了车祸，害他失去了他最心爱的阿爸，我就想要补偿他一下。他用世间的人来帮衬。那用世间的人来恭维，你就失去帮他的机会，听到没？那怎样？报罪了！我活着不应该，死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这不全是福全哥的错啊！三二阎王，很多事情不能只看对错。做善事有可能造成不好的结果，犯错也可能是因为善念。我拜托你原谅福全哥。阿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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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反应干嘛？我阿嬷在里面啊，阿嬷！为什么我进不去？阿嬷！他听不到的，在这里，只有往生者才可以听到自己心里面的声音，重新看看到自己生前做了多少错，现在
他要受多少的惩罚学习，那关你妈妈的事。你在半夜呢？来来来来来！你哪会摆摊？哎呦，你摆摊囡仔大细哦！要紧啦！哎呦，莫安尼啦，莫遐搞计较啦！哦，万事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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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啦！啊啊，阮孙要电头毛啦！看起来你摆鸡鸡敢会甜啊？哎呦，哪会啦？嗯，好食噶，你看。干嘛？哦，哈，安尼百五套，百五，嘿啊，哦，今日就收的，哦，一百，一百，啊，够五十吗？百，啊，有超过一百啊，啊，这色啊，我怎么一定要提到百五？一百就好啊啦。哦哟，你哪安尼啦？阿妈，你创啥？袂使安尼啦！阮孙生日得要到啊，啊，即阵尊上生日得不来。这张头家，你袂使安尼。啊，不要紧啦，你得给我哦，换一张我新的啦，你打到一张。阿妈，你啊，乖孙嘞，阿妈看一下，阿妈看一下。哎呦，帅呀！阿妈烟斗噶呢？阿那傲嘟嘟啦，傲嘟嘟是安怎啦？阿姨，叫烟斗啊，你这个乖孙嘞，你敢在？这些都不是什么大错啊。走开，走开，阿妈，阿妈，我是一环阿妈。翻车事件出现大逆转，顺泰游览公司前负责人出面向社会大众道歉，并提出目前顺泰在司机排班与老旧车辆汰换上的种种弊端。哎，大家看哦，哎，有新的，有新的，哇！下次，好，温律师啊，这道吼，我也真感谢你啦，啊，替大家安尼争取到这顺泰赔偿金呐。哎，是讲大家啊，哎，酒甲停落吼，咱好啊吼，来甲温律师敬一杯啊啦。哎呀，酒停落啦。来，其实我要谢谢大家团结，还有一凡的帮忙，集结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求偿。其实他们还是会怕的。好，来，敬温律师。哦，好，感谢。好，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姐，你帮我注意他会搞。哎呦，你自己试了，我在忙。你在忙什么？我在忙摆盘呢。你帮我注意一下。我不是，你是好哥，我怎么叫都不得打。好啦，是一个。怎么样？是看出了什么问题吗？还好。你过来。怎么那么好吃？你都没有做给我吃过，下次做给我吃好吗？我早就准备好一盘给你了。嗯？来。嘻嘻。我们除了民事的求偿，我在刑事上面的责任，我想帮大家讨一点公道。现在王中才要开记者会了，而且承认妹妹的错误，公开向社会大众道歉。
王淑丽，她也即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虽然判的那个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安抚到大家的心情，但是我今天大家吃饭的目的其实就是想鼓励大家把悲伤的情绪丢掉，逝者已矣，我们更应该努力往前看。我们看那个阿冠师，他们夫妇俩，阿冠师他从小一个耳朵听不到，而且还影响到他的表达能力，但他没有放弃。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他们才对，带着往生家里的梦想继续奋斗下去，不是吗？阿冠师，你这鸡啦，足够的啦，对啦，你煮的菜有够好吃，你知无？对无？对无？有够好吃，你知？掌声给鼓励者。看看看，慢慢吃啊，还有很多菜哦，啊，慢慢吃。谢谢。还要不要吃披萨？我不。就你不要等我吗？老大，老大。宋姐，干嘛？没有了。怎么了？就之前游览车翻车，我不是有关心守军吗？啊，我就跟他交换LINE啊。啊，然后呢？然后这个小弟弟，他每天都会传什么？早安，午安，啊，你吃饭了吗？要早点休息哟，晚安。那很好啊，美俊，你的春天又来了呢，开花有没有？这么哪里好啊？我觉得这冬天好不好？而且我年纪大他这么多。哦，人家喜欢你就不错，你还嫌呢？如果是真的真爱的话，身高不是距离，年龄怎么会是差距？你要不要试试看我的大拳头？守军啊！你怎么会喜欢这种恰北北女生呢？啊呜，太过分了！这到底哪里好啊？恁较差不多的好不？莫得安尼吵吵闹闹啦！啊，我要先来转啊！好。哦，那有饮酒袂用的骑车哦。好，熊爷放心，我会看他们两个。好啦，行啦。熊爷，拜拜。你卡改卡细滴啊！好啦好啦。打我白目。是谁打的？你操！你干嘛不理熊爷啊？阿珍姐啊，我们刚刚讲说要去那个李明活动中心哦，要记得哦。你哪有讲？有啦，我们要把那个守望相助队弄起来啊，对不对？嗯，你可不可以弄起来啊？对啊，好好，哎哎哎。嘿，顺泰送的物件，我有叫妮妮规个拢甲退退回去啦。我想讲也是甲你讲一声。好啦，来等啦。你们稍等我一下，去拿钱。停，在这里等我一下，我进去跟温律师商量一个个性。事情哦，我跟你商量一下。你说，我需要，你可不可以给我10万块钱？你需要钱啊？对啊，我要帮我老婆看病。上次他月经没有来，我跟他很开心哦，跑去检查，以为她怀孕了。嗯，那就后来发现是卵巢囊肿。阿卵巢囊肿那个小手术的钱我还可以啊，结果后来医生告诉我们说，可能会更严重，可能是卵巢癌啊。啊，最近哦，他要开刀了，不过您放心啊，我下个月接个钟哦，我就可以把钱还你了。他看起来气色很好啊，怎么会？不相信我，我可以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好，不要发誓，不要发誓，借你。妈，我仁哥来看你。怎么？妈，我妈不见了。奇怪，这么晚，赵妈会去哪里？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知道四一八病房的赵丽玲在哪里吗？哦，刚刚好像在四一一有看到她。明天要开刀，等一下就不要再吃东西喽。好，对哦，对哦。吓死我，到处乱跑。哎呦，明天那个他要开刀了，我来给小晴加油打气一下。你在紧张什么啦？赵兰姐，不好意思，没事啦。你明天要开刀，要加油哦。嗯。哎，你这么晚还来干什么啊？哎，为人，走吧，你赶快把他带走，去谈个恋爱，去看个电影，吃个饭，做什么都好。哎，你看看冠军跟小晴感情这么好，好恩爱哦。不用担心哦，要对自己有信心。放轻松一点，很少人在开刀前还可以这么漂亮。对呀、啊。对呀、啊，老婆，我决定了，我今天跟你一起不吃宵夜。好耶，很好，感情多好呀。我就说吧，我妈根本就不用担心。老人家嘴上说不要，其实是很喜欢你去看她的。文仁哥，你看游览车翻覆的案子，夺走了二十几条人命，最后法律真的可以给他们一个公道吗？但如果是王淑丽承担了所有的赔偿还有法律责任，那这个行业根本的问题也没有被凸显出来。最终，到底又有谁是真的关心家属的感受？法律没有办法解决所有人的问题，它只能客观的显现表面的正义。你也觉得法律没有办法解决所有事吗？情理法，清白在前面，法律永远不是唯一的解决之道。你的观点倒是跟罗一凡很像。所以你现在是在上法律学分课吗？还是在工作？你干嘛那么紧绷？那你现在有空吗？你有什么案子需要我协助的吗？这是一个非常棘手、有困难、超级复杂的大案子，从来都没看过，史上最可怕，没有其他的。我试试。睡了三个半小时，我前女友她是美术系的，那我是念法律的，她觉得我很严肃，你怕我爸妈死，她没有人民币。她要你是念法律，看电影不要讲话，没关系，谢谢。你那天看电影的时候，不是说今天要我们两个都带心中最珍贵的东西吗？我今天就带了这一张。你看，这是我小时候画的。我那个时候就是在那边，那茶几那边画的。现在虽然是茶几，但是以前是一张很大的餐桌。所以这边以前是你家？嗯。可是现在不是你家，你这样不怕被人家告失踪民宅？我为什么要被告？这是我老家，而且这里有很多我在去美国之前的回忆。虽然现在已经是别人家了，
关系，我觉得只要我们更努力，一定还可以再把它买回来的。我们？关你什么事啊？这是我自己的梦想。你看，这是我爸，这是我妈。那个时候我爸难得休假在家，我就看他在家办公的样子，偷偷画了这张全家福。你爸他在家里工作他在做什么？他还是个律师，处理很多国际大案件，所以时常到世界各地出差。我那时候看到福全哥跟娃娃的感情的时候，就想到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很不能理解我爸爸。这些也都是你画的吗？嗯，只不过是我妈帮我整理的。你呢？你带的是什么？哦，哎，你不要笑我。这是瓶盖。对啊，这是我妈唯一做给我玩的玩具。这个可以这样玩，这样甩甩甩，拉扯，还有声音。是不是很无聊？我爸他赚很多钱，他也买了很多玩具给我，但怎么比也比不上这个不用钱的。很多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你宁可自己不要那么会赚钱，我爸慢慢不小心就会变成我爸那个样子。你爸不好吗？我根本赚钱机器，完全冷落我妈。文君哥，我到你家咯。听到手术失败，我也很难过，怎么会这样？反正我先把菜解冻，备料都弄好。如果你真的来不了，我再扣其他师傅帮忙。不要难过啦，要振作，会没事的。小心怎么了？啊，开完刀正打出血休克，一直昏迷不醒。怎么会这么严重？我也不知道啊，我觉得一定是医生有什么问题。请问是李冠军先生吗？是。我们是警察，请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配合侦讯。发生什么事啊？这边不方便说明。跟医生找到我的时候，他说要来我家找我做了几次啊，啊，结果我等半天也等不到人呢、啊。你人在哪里？我是去医院照顾我老婆啊。超可怕的！你每天这样，以后女朋友怎么办呢？干嘛？我放保单不可能啊，他们不可能诈保。我是没那么说了。你就是这样，我爸妈才说你不会成功。我还不够努力吗，小 King？ 如果我们再碰到一次，我觉得你会记得过去的日子，每一滴眼泪。